我们上一集说到那个藩镇头子李师道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宪宗皇帝大怒，就派人四处搜查啊逮捕这个刺客。刺客呢更猖狂，到处留下白纸黑字的纸片，上写什么呢？勿吉普我，我先杀汝。你想宰相都能被人杀了，然后把脑袋取走，这个办案的那些这个捕快们自然是非常害怕，以至于这些衙役们都不敢努力办事儿，也怕自己被人杀了。而且呢，当时京城的大臣百姓多认为刺客肯定是王承宗派来的，所以说他们凡是看见大高个儿操河北口音的，那都会被截住审问。为此呢，当时那兵部侍郎许梦荣当时就入殿弃谏，自古未有宰相横尸入狱而道不惑者，此朝廷之辱也。宪宗皇帝也同意，于是呢京城大锁，大肆搜查，悬重赏捉拿刺客。最后呢就有人告发，哎，是王承宗的手下那承德军卒张燕等人，哎，这些人是杀武元衡的主谋。朝廷呢这个时候将错就错，就把那张燕给逮捕了，这个人也屈打成招，最终呢把这个张燕还有他这个手下吧十多人杀掉了。而当时真正杀人的那李师道的他派出刺客早已经逃跑了，逍遥法外。裴度呢重伤卧床，近一个月都不能上朝。宪宗皇帝当时派禁卫军在他的府地执勤，不时派遣中使啊、御医前去看病问讯。这个时候朝臣就有人进言，就希望朝廷能够罢免裴度，以此来安藩镇之心。宪宗皇帝勃然大怒，如果罢免裴度，正中贼意，朝廷无复纲纪可言，吾用裴度一人足破贼心。等裴度商议好，宪宗皇帝马上召裴度入朝，拜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你看大难不死，裴度等于是又当上宰相了。这个时候呢，宪宗皇帝呢还增加相权的这个分量，增加宰相的威权，允许宰相在他的私地召见人士，谋议军务。裴度不死呢，诛除淮西乌烟记的信念倍增。当时呢，资清节度使李师道见有人替自己这个刺杀乌元衡顶缸，而且自己派人烧了那个大仓库，朝廷也不这个明白的怪罪自己，心中特得意。他就又想在东都洛阳闹事儿，牵扯朝廷的注意力。那么作为坐镇一方的富贵诸侯呢，李师道在洛阳一带也有不少庄园田产，包括僧寺。实际上他在洛阳的那些地方就成为他手下的间谍刺客啊，包括那些死士的等于是地下工作站了。当地政府官员呢轻易也不敢得罪一些藩镇，因此呢也不敢派去巡查他那些地方。由此呢那些贼人就更加猖狂。淮西乌烟记的贼兵呢一直这个派出兵马这个攻打唐朝的这个在河南一带的州县。东都洛阳大部分部队呢就在易阙防敌，所以说城内的防守特别空虚。李师道当时在洛阳还有个类似于代表处的这种留后院，暗中的安排兵士100多人，就准备在洛阳城内放大火，纵兵杀掠，趁机呢夺取洛阳城。到了晚间呢，这些贼人们杀牛供酒，准备展天一大早就起事。其中呢有一个这个小将叫杨再兴的，这人胆小，他就偷出院门，一路烟的跑到洛阳留守啊吕元英那个地方告密。吕元英一听吓坏了，赶忙追回已经出发前往义阙的部队，然后调转头包围了留后院。但是这一部唐军呢非常胆小，围了半天也不敢进攻，最后呢还是防御判官杀掉就是要进不进的这个兵士一人，大伙儿硬着头皮进攻。谁料想院内那百十号贼兵绝对都不是寻常之辈，个个武艺高强，忽然冲出到处杀人，使得人数众多的包围这个院子的这些洛阳的兵马到处奔跑。于是呢贼人结队齐整，还把他们这个妻儿老小放在最队伍中间，然后以甲胄盾牌作为精兵殿后，堂而皇之的在大街上呢就有秩序的往城外撤退。这个唐兵呢，洛阳兵跟着在后面嚷嚷，就是不敢追杀。而后就这区区百十号贼人，连带着家眷，出了长厦门之后呢，竟然在洛阳城外一直转战，而且呢还渡过易水，最后呢进入嵩山。如果人再多一点，他们很有可能当时就把洛阳城给夺了。嵩山当时那一带的军民呢，许多都是猎户，
这些人都以涉猎为生，当时呢被称为山鹏。贼人入山之后，正好赶上几户山鹏呢扛着打的梅花鹿下山去卖，这些人便上去抢夺，还把这几个猎户臭揍了一顿。但这些猎户，就这些当时号称山鹏的人，特别猛悍，咽不下这口气啊。忽然又得知官府正在通缉这些贼人，马上四下纠集，一下来了好多人，就把着这些人呢，这些贼人堵在山中的那种窄道上，然后引来官军，然后就最终把这帮人一网打尽。抓住这帮人肯定是拷打严讯啊，这才得知贼人的魁首是中岳寺方丈袁静。这个人呢，原来是史思明手下悍将，当时已经八十多了，依旧是伟汉过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呢，这个唐兵就是那衙门当中有人扛大锤，想先把他的胫骨砸断，就怕他以后再跑啊，抡了一下都砸不断。估计这老头一个是有硬气功底子，二是这个衙役的这个兵丁啊操作失误。袁静这老头当时还大骂：“鼠子，连人的腿都砸不折，还敢自称剑儿！”于是他自己把大腿伸直了，摆正位置，然后就亲自教抡大锤那士兵，告诉你砸哪儿砸哪儿。果然一锤下来，腿就断了。最后呢，法场受刑，这老贼头还长叹：“误我大事，为使洛阳城遍流人血。”由此可见，作为安史余孽，这个老头依旧是凶悍残狠。经过审讯，唐廷才知道啊，原来是李师道等人一直在洛阳城收买守将和义卒，耳目众多，而且他花钱数千万买下了十多处庄园呢，以为他的根据地，而且招留贼人已经准备了好久了。经过一连串的大刑伺候，这个唐朝的官员还审讯出这帮贼人当中还竟有杀害武元衡的那宰相的两个主凶在里头，从此才知道原来李师道才是刺杀事件的主谋。因为当时呢，唐军正和吴元济之间的战事吃紧，先前呢又和这承德镇王承宗闹翻，所以宪宗皇帝的君臣啊暂时保密此事啊，就是不对外张扬此事，等于对李师道准备秋后算账。元和十年十月，唐廷当时就任汴州节度使韩弘为淮西驻军都统。虽然朝廷委任韩弘为都统呢，主要是因为汴州呢首当河南河北的要冲，真正替宪宗打仗实际上还是李光炎还有那吴崇胤这两个大将。韩弘呢虽然接受了委命任命，他自己呢还是在元镇待着，指派他的儿子韩崇武率领三千人这个归于这个李光炎统领。作为一方藩镇，韩弘的本意也不希望朝廷能得胜，而且暗地里处处加以阻挠，想要养寇这个自重。所以说呢，韩弘作为官军的这个协助这个盟军，但他只要听说官军打胜仗，他就每好几天都不高兴。当时呢，得知围攻蔡州这个藩镇的驻将当中，李光炎这大将最卖力，韩弘呢就想用美女来贿赂他，来腐蚀他。于是呢，他从自己府中那些这个歌舞的这些美女当中选出一个绝色的，然后又把价值百万的金珠饰品都给他穿戴上，派军使把他送给李光炎，想来以此消磨李将军的斗志，而且想败坏他的声名。李光炎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就对对方的军使说：“请您明早来迎帐，我当众拜受韩公的厚意。”转天一大早呢，李光炎大摆宴席，置酒高会，而且传命军使前来。军使呢就带着这个韩弘这个送的绝色美女入营，果然是秀曼都雅，异军惊世，太漂亮。良久，李光炎说话了：“我离家出征，完全是为国事奔劳。将士们弃妻离子，日倒白刃微毛之间，我又怎能独享如此的美女呢？请替我感谢韩公厚意。天子待我李光炎恩重如山，我誓灭淮西贼寇。”说完话呢，李光炎泪下如雨，然后呢厚赠使者，你这个韩弘派来的使者把大批金宝又给这个使者，然后把美女退回。而当场的数万名将士还有士兵看到这个场景，也都跟随李光炎一起呢感激流涕。于是呢他战斗力就更强了，乘此锐愤之气，李光炎这些军队连败淮西贼兵。承德镇的王承宗呢，为了减轻吴元济的压力在这附近是纵兵四掠，幽仓定山镇呢都上表请求朝廷要讨伐这王承宗。
唐宪宗啊，不顾两面用兵的大忌，他在元和十一年初又下诏，命令河东、幽州、横海、魏博等六道军马进讨王承宗，而且呢，还获得数次小胜。但是在淮西方面，唐邓节度使高霞宇一军呢，啊，在铁城大败，铁城在今天河南的遂平，而且那个所有的这个士卒啊，都被杀了。那么这位高爷呢，就独自单人独骑呢，最后逃脱。盛怒之下，宪宗皇帝呢，以荆南节度使袁资接替这个高霞宇。袁资到了唐州，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唐河呢，哎，根本就不敢派军队啊去进击吴元济，还卑辞下意的和这个吴元济书信往来。唐宪宗君臣知道此事之后大怒，便马上呢，以这个任命李硕为唐邓绥节度使。这李硕当时在朝中呢，他有官，是太子詹事，就把那个袁资换掉了。那么李硕他父亲是谁？那就是为唐朝立下汗毛功劳的那个大将李晟。虽然作为名将的儿子，但李硕在当时根本不出名。因此他来到这个唐州之后呢，见到这个士兵呢刚刚打过败仗啊，都拒战，因此他也就假装特别谦恭平易，天天和这士兵打成一片。而后呢，李硕抚慰兵士，养兵蓄锐。淮西贼兵呢，这些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李硕有战将之名，所以对他防备很松。像朝廷派来一个文臣，这个人又能干什么呢？但李硕这个人实际上是非常有勇有谋的这样一个智略之士，然后他对待那些战士呢，又能推诚不公，所以呢，往往出贼不易。待了半年，李硕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他就要去上表，要带兵渡河。然后呢，想趁机呢袭取蔡州。当时啊，唐军筑路啊，这兵马师出有年，你想近十万大军，耗费饷银无数。唐宪宗也生气，不停地下诏，这个责骂驻军统领。但朝廷对李硕倒是非常支持。宪宗皇帝当时呢，还下诏派河中还有扶防的骑兵2000人都归李肃统领。李肃他属于谋将。最擅长就利用地方降将，你看期间的这个降将叫丁世良的，勇猛善战。结果这个人小河沟翻船，在一次小规模遭遇战中呢，哎，马失前蹄被唐军俘虏，知道自己要被斩首呢，这个人还瓷器不挠，很刚烈的一条汉子。李硕呢亲自为他松绑，任命他为捉生将，哎，就把这个人给劝降了。丁世良归顺之后呢，他就对李树特感激，就给李树出主意。就说你看贼将吴秀林有兵数千，实际上他全靠他手下一个大将叫陈光洽，那个人有勇有谋，是他作为军胆，我能替您把这个陈光洽擒过来，然后再逼使吴秀林投降。话还真不白说，丁世良率领数骑人马这一去，果然把那个陈光洽这生擒活捉了。估计这两人从前认识，那个陈光洽对他也没防备。接着呢，这个吴秀林一看自己手下最最有名最有能耐的这个人，这个已经被唐军擒获了，他也率领当时驻扎在河南泌阳的3000军马啊也来投降。而后呢，李树又带着数千降兵在吴房县之外大败淮西贼军。刚刚取得这个胜利呢，结果啊近前不远的那个吴房贼军的守将派领500这个精骑来追击李树。你看李硕作为一个文臣节度使，不仅不跑，反而下马聚胡床，坐在马扎上指挥军事激战，临阵呢还射杀贼将一名。到这个时候呢，不仅李硕这一军战胜，唐军别的路那个军马呢也取得胜利。当时那兵马使王佩啊，先啊率领兵马渡过阴水，然后占领了不少战略要地。李光炎又率领唐军在郾城城下呢大败30000多淮西贼兵。结果呢，这个守将贼军的守将邓怀金就向唐军投降了。连连败绩之下呢，吴元济呢一度还真想投降，但都被他的部下董崇智等人啊阻拦。最终呢，他也铁了心了，想顽抗到底。同时呢，唐宪宗听从朝臣之言，集中兵力呢进取淮西，就停罢了已经进行2年的讨伐王承宗的那一个战线的战役。讨伐这个王承宗的承德镇用兵10多万。调用多方军阵，千里馈运粮粮草。你想，光刘总当时那一个藩镇的支出，每月朝廷就要给他15万民啊，这么多的钱。所以如今呢，宪宗皇帝啊和他手下大臣集中军力财力，一方用兵呢，也是势在必行。
李硕那方面呢，那降将吴秀林，哎，投降过来之后还挺能出主意，又设计生擒了淮西骑将李佑。这个李佑这个人和官军作战好几年，杀伤唐兵啊好多人，因此军士一听李佑被活捉了，都在营中啊这个呐喊，雀跃叫骂，就要把这李佑啊当众给活剐了。李硕呢又来老一套，亲自对这李佑啊这个解绑，戴以克礼。一连数日，李硕就和这李佑以及原先的吴秀林手下那些降将李宪等人密议，你看都姓李，常常这几个人一谈就一通宵，连唐军内的高级将领都不知道这几个人到底在研究什么。为此呢，唐军将士也好多人都不高兴，这个时候就无数匿名信啊，就是投到那个韩红以及唐军的其他的将帅的军营，就都说李佑啊是贼人的内应。李硕呢，这个时候深怕宪宗皇帝听到谣言之后会对自己有所疑虑，对李佑说：“难道是老天不让淮西贼灭亡吗？为什么我们相交如此之后都不能平息众人的这个诽谤呢？”商量过后呢，李硕就把李佑绑起来了，出帐就对军将们说：“驻军怀疑李佑这个人，我现在啊，我把他交给皇上处理。”事先呢，李硕呢已经秘密派人啊，持表彰啊上报唐宪宗，就表示说，如果杀掉李佑，肯定平不了淮西的吴元济。宪宗皇帝特别信任李硕，马上派人把他那个诏书啊，就快马送到军中，当众赦免李佑。这个时候李硕是悲喜交集，他就握着李佑的手说：“尔之得权，社稷之福也。”马上把他封为散兵马使，然后呢，让他佩刀巡视，天天出入帐中。不久呢，李硕又升任李佑为六院兵马使，就把最精锐的山南东道牙兵3000人归他统领。除了后代降将啊得到对方的死力帮助之外呢，李硕还一改先前啊那种杀间谍的这种就是这样的这种法令，就是那阵凡是得到敌方间谍，不仅杀了间谍，还把全家都杀了。他对俘获的这个淮西间谍一律好吃好喝，好待遇，这些间谍们特感激。回去之后呢，反而把敌情转告这个李肃，所以说呢，唐军越来越知道呢，就是这个淮西贼军当中这种虚实。淮西战场这些这么多将领啊，用心致志，而在长安的宪宗君臣呢，这个时候却萌生退意，因为打了四年多的仗，失老兵疲，耗饷无数，而且那大臣李丰吉等人又多次劝宪宗赶紧罢兵吧，否则时间长了对朝廷损害太大。而在宰相这几个人当中呢，唯独裴度坚持用兵。裴度不仅坚持用兵，而且他还向宪宗皇帝表示他自己要亲自前往淮西，亲自督战。这个时候宪宗皇帝很意外，卿真能为朕行乎？罢朝之后，宪宗留下裴度，裴度当时就慷慨陈言：“臣誓不与吴贼俱生，臣观吴元济表奏，事穷时促，只是战前诸将心力不一，现陛下派臣前去，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你看他分析的还特好，把唐朝将领当时的心理态势也分析得一清二楚。于是呢，宪宗皇帝下诏，以裴度为同平章事、张翼节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临行呢，这个裴度当众向宪宗皇帝表决心：“臣若灭贼，则朝廷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这意思就是说，我怀抱必死之心前往，不把这个吴元济灭了，我根本就不回朝。宪宗皇帝当时也受感动了，涕下沾巾。元和12年，就公元817年10月，裴度就到达这个郾城。他当时啊，就把这个先前军中所置的那种监镇的那种宦官，这个官给撤掉。这个时候呢，那些大将终于呢，能够真正的直接指挥军事了。再一交战呢，就胜多败少了。不久呢，李硕又率领唐军在吴防外城攻坚战中又获得大胜，斩首千余级。这个时候有人就力劝李硕乘胜啊占领吴防子城，为了牵制敌方的兵力啊，李硕还不答应。这个时候李佑就先前投降那贼将就献计，吴元济精兵都在回曲还有四境据守，蔡州就他老窝，也是今天河南汝阳县那个守城的这个军事都是这个雷老之族，我们可以呢乘虚直捣他的老巢。等到别处的贼将得知了消息，吴元济已经成为我们官军的俘虏了。李硕同意，他马上派人向裴度汇报，
裴度的也赞成此事，兵非出奇者不胜。李硕日后之所以能够立奇功，还是因为唐朝大将李光炎那些筑路唐军在北线不断施压，吴元济的贼军主力都被调去到那回曲附近的防守，所以他自己的老窝蔡州空虚。而李佑等人这些本来就是淮西的老将，他自然熟悉内情，所以说天时地利人和，终于造就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奇功一件。元和十二年阴历十月辛未日，李硕呢就命令李佑等3000敢死队为前锋，他自己率领3000人为中军，然后又命令他手下的一个叫田进成的将领率领3000人殿后，由此呢一万不到就上演了中国军事史上一出奇袭大战啊。期间的过程和详细内容啊，我们中学课本都有，所以梅老师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那么李树奇袭战的最终结果呢，肯定是把吴元济给活捉了。那么活捉了吴元济之后，宪宗皇帝对这位淮西的这个军阀这个藩镇是如何处置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你的热爱正在热播，